然后再狠狠地往下压价。哦，就给钱给的少，真是这样。哦，我对这个啊，薛薇有点了解。是吗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我们后台有一支演员，你等等，你们后台演员都论支啊。我们后台有一位演员，叫李文山。哦，老先生，李文山的父亲李小山，哎，李，想当初啊，哎，是一个无业游民。您等等，他们家这字儿是倒着来吗？怎么了？他父亲叫李小山，像话吗？李再山，哎，对，还李再山，李又李茂山，哎，李茂山，没李又李茂山，哎，李茂山，没听说过，还李不尼呢，还李茂山，太贫，李大山，李大山，哎，是吗？那就是李老爷子了。你问谁的是吧？就李老爷子，是一个无业游民，嚯，想找一份工作，是找来找去，找来找去，找到一家当铺，他就跟掌柜的说呀，得说呀，我想找工作。就连掌柜的都卖是怎么着？平常啊，说话就这样。哦，天生的。哎，掌柜的一听，哟，说话怎么这样啊？你能干什么呀？能干什么呀？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头等柜、二等柜、三等柜，这不一样。头等柜，房契呀，特别值钱的东西。哦，头等柜。二等柜，珍珠玛瑙也是值钱的东西。首饰。对了，三等柜就是老百姓平常用的东西。哦，日用百货。对了，看三等柜吧。哦，这位很高兴啊，上岗了。这还真敢上。那是啊。哦，上班吧，站一个凳子上。拿着大烟袋，哎呦，在那抽烟，还挺有派。您还别说啊，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，穷人多，真来当东西的了。嗯，这位呢，当什么东西呢？当什么呀？挠脖，挠脖，戏台用铜镲。哦，就那俩铜镲，哇，就那个。哦，铜镲，是是，蓝布包着。这位戏班的还是？抱着就过来了。哦、这位戏班，他呀母亲病了，哎呦，急等着用钱，所以把这个吃饭的家伙给当了。还是孝子啊，抱着就过来了。嗯。柜台高啊，啊，多高啊？挺高的，啊，走，入货，乳上去了，这还看得见上边吗？这还看得见，这得乳过了啊，乳上去了。哎呀，这位把蓝布打开吧。嗯，李翻译，很高兴啊。嗯，头一桩买卖呀。嗯，大山，犯什么愣啊？这什么东西？啊？他不认识。这不认识啊，这位没听过戏，我跟你说吧。呀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跟人家说，对不起，我不认识啊。不行。怎么了？经理在那边待着呢，我一说我不认识，头一份啊，头一份买卖呀。啊，这不行啊，经理非得把我开除了啊。哎呦，这怎么办呢？那你怎么办啊？他很聪明，他有什么主意啊？问人家当多少，他呀狠狠地往下压价。本家肯定就不当了。哦，嫌少就不当了。拿起东西人家走了。哦，他在等下一位。是，挺好的主意。好主意。问人家。问吧。哼哼哼。还挺高兴还。当多少？这玩意儿就天生的。哎呀，这个东西啊，嗯，得20块钱。哎呦，您那给写15块钱吧。当少当啊，少熟好吗？15。哎呀，15干脆。哎，干脆什么呀？不要。给多少？那您给多少钱呢？嗯，5毛。这更狠啊。多少？5毛啊。15块钱东西给5毛钱，太少了。当了。哎，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他怎么着？您废什么话呀？啊，当了啊！我母亲病了，急等着用钱，5毛钱也是钱呢，当了。还真是孝子，你行不行啊？说的什么话呀？你废什么话呀？人家当了，赶紧唱当。哎，唱吧。最难的就是这儿。是吗？唱当啊！他得说出来这是什么东西。旁边有一个写当的先生，让他注意。人家笔录啊，让他写下来。对对对，写。唱啊，没辙，只能唱了。对呀、啊，写当的先生，准备好了？
准备好了，这当铺还都挺喜庆的啊。唱吧唱吧。嗯，鞋怎么办啊？他很聪明。聪明什么呀？现编呐，弄给编出一个名字来。这玩意儿能现编啊？哎呦，鞋写什么？缺箍短袍儿，救火用的铜草帽一对儿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写档子先生一听，什么啊？什么铜草帽啊？这是铜的呀，是草的呀？那这铜草的呗，还救火用的啊？这平常不能戴吗？哎呀，你真有意思！哎，你太幽默了，你说相声的吧？你是没听说？像话，铜草帽，哎，太有意思了啊！哎。